说到绝地求生中那些求名山车神，以下三位凭借各自摧拉枯朽的驾驶技术光荣上榜。首先登场的大司马则被称为车神中的魔王。在一场防区的困兽之斗中，大司马驾车面对两个手无寸铁的裸男，本以为大司马能够轻松驾车碾压敌人，愉快的收获双杀，怎料他却展现了惊人的驾驶技术，深刻贯彻了和平与爱的原则，将煮熟的人头给放跑了。紧接着出场的洞主在车技上则更胜一筹，不但学到了大司马的精髓，更是将其提炼升华，把无人驾驶的高超技艺带进了游戏中。打架打架，我电脑没了，完了，电脑死机了。那我们不能成了吗？我他妈打不了啊，打不住吧，你们你车慢车慢车慢，小车快快快，别别别别。虽然以上两位的驾驶技术在普通人看来已属天秀，但接下来这位外国主播的操作则彻底颠覆观众对于翻车的认知，将暴力美学完美融入其中，用满屏燃烧的火焰和四处乱窜的汽车当之无愧地拿到车圣称号。